好了，1月25号凌晨12点，《王国之心》日文版正式开跑，速度真是快！哇，这款内建容量好像高达30G，害我还要把 PS4 的那个库存清一清，蛮惊人的。史克威尔，赞赞！这款有的迪士尼系列作品呢，我记得有《冰雪奇缘》《玩具总动员》，还有那个《大英雄天团》，是我里面最喜欢的。这是不是超大声呢、啊？它有点大声哎、欸。
Kingdom Heart 3，这个回顾好长。这代的主轴应该就是把刚那个光头处理掉，然后外一家救出里面一个 女主角吧。好了，所以我们就不看剧情回顾了，马上进入游戏。我来看一下字幕，应该没办法做跟动，我觉得用看日文用听的就好了。好，没办法了，我们要这一天把游戏干完。中文日期呢？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以为是同步欸，蛮可惜的。我连中文版都看不懂剧情了，更何况是日文版。怕，我听那个半小时的懒人包，我听到睡着。我听到第二十分钟的时候睡着，惊到。キーブレード戦争って知ってる？え？当然だろ。大昔、キーブレード使いたちが光を奪い合ったってやつ。マスターから何度も聞いたさ。奪い合った光でキングダムハーツを出現させて、何がしたかったの？年轻的老头是左边那位吧？身体比较黝黑的。戦争を起こす理由なんて理解できないよ。最扯的是那个老头有好多分身。じゃあ、超夸张。ロストマスターって聞いたことある？何それ？有老头的五行者，然后老头的五行者弄出来的什么东西？形态超多的。初耳だな。どこで聞いたんだよ？いや、彼らのために。なのかな。意味わかんねえ。本当は知ってるんだろ。何が？彼の地で光は闇に敗北する。次期マスター候補のお前が知らないはずない。そうね。見つめる目が全てを見てる。もう決まってるんだ。这个是后来反派拿了武器了，这个剑刃。結末が決まってたらつまらないだろう。もし闇に敗北するなんて結末になるなら、俺が書き換えるさ。かなりの自信だな。でも、勝負の部が悪いんじゃないか。光は闇と違って、目に見えるものだけじゃない。最後までわからないさ。期待してるよ。只是有人知道老头对面的那位人是谁吗？就他们聊到之前的剑刃战争。迪士尼，这个才是重点啊！欸，我很好奇，会不会出现 FF 12之后的角色，甚至是13之1之2，或雷光，然后甚至15代的主角也可以出来。
像之前就是太七的太七有了嘛，然后还有太十的人。奪われた心、そのつながりを断ち切られても、それが運命なら、歩む道は帰るべき方向を常に向いている。画质会不会有点好？对不起，因为以前都是看，以前都看 PS2 的版本。这是我看过最长的开头，哇！只是看到力库从原本小时候变成那个大人的形态，那边感触蛮深。他做了很多牺牲，这那段好帅。有人可能看不懂剧情在干嘛，简称打老头、救妹妹、救朋友。微微最后老头洗白了、哦、或许他知道这个世界要毁灭了，所以他要收集王国世界的力量用来拯救这个世界。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不要恨我。好、哦、这边是这个新手教学跳跃加
L3 来做移动，然后还有攻击，就是互动吧。什么？我剧透了吗？哦，如果真的老头会这样讲的话，那也太没有深度了。好了，这个就是历代玩家的怨恨，超级长的剧情。这里应该是一代吧，黑暗利库。不对，利库版就黑暗的。然后一代最结尾的时候，哦耶！我本来想玩英文版，但后来我觉得他们那个角色讲话其实还好，没有到很违和，他们配音都配得很好。这是要我们三个画面选择一个，是不是？选成长方向啊？我想要米老鼠还是斗争？中间的比较适合我，好酷哦！右边的是 French 吧 ，Live 吧，还有 Marble， 啊，开玩笑的。我想选中间的，我们就玩我们的了。要不要？不要。French Power，French 这个好均衡哦，均衡跟体力。哦，原来有吉嘎啦，我觉得均衡好一点。嗨，自然叉叉。以前参与过的作品有《万圣节惊魂夜》《阿拉丁》《狮子王》《小熊维尼》有小熊维尼就代表一件事情，那我聊天是自己知道。哦，现在又第二轮了，你想要学什么？还有海克力士的，对对对，史迪奇哦，好像在二代吧。又是三个能力，我们一开始选均衡攻击手背，我比较喜欢用剑刃打人。攻击攻击再攻击，没有，我是选均衡再攻击。啊，再还有小美人鱼，想起来了。白雪公主有，她好像是光之七公主其中一位，在一代的时候。但现在你跟我说光之七公主有谁，我都全忘了。哈斗力士跑出来让玩家虐了，正方形的攻击，然后R1的话可以锁定角色，就可以切换翻滚。
哎，这个哈诺利是不是在一代的开场出现的？哦，哎呀，那球去哪？哦，他在追踪哦。哦，哦。然后锁定位置之后，他会自己去追。又被震到了。有王国之音到那个后面的剧情的时候，他的那个招式都变好华丽，而且还会有一些变身，就你经过不同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变成很多种形态。我记得像狮子王的时候会有一个狮子形态，然后高飞狗有一个变身超好笑，它会变成一个乌龟，然后那个聊天室都说龟狗。是在干嘛？哦，跳起来了，我终于躲过一次了。不安基一，所以对我们，他会选择我们对哪个不熟，对不对？待就不 OK， 不要，我不要复习，让我赶快进到主线吧，慢慢回顾的。哦，懒人包，然后他会讲两小时，跟那个行月的世界观一样。倒すには悲しみの中で眠るものを再びこの地に迎えねばならない。これは最初に話したな。今回の承認試験は目覚めの力を手に入れる旅でもあった。だが空は最後に闇に飲まれたことで、新たに身につけた能力が完全ではない。所以现在主角他被重置了，对不对？他失去力量了，但是他可以再学到更强的力量。能力の多くが失われている。それは自覚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まずは失った力を取り戻す。现在我们将失去的力量取得，是最优先的。全てを取り戻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だろうが、今回の承認試験で得ようとしていた。目覚めの力だけは完全な状態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つて失った力を取り戻したヒーローの元を訪ねてみるがよかろう。何かヒントが得られるかもしれん。ですね。うん。シズ様。僕たちも空と一緒に行きます。我们可以一起去吗？もちろん。啊，不然故事要怎么演？空を助けてやってくれ。また楽しくなりそうだね。旅行じゃないんだぞ。好，我们有我们好伙伴 KYO 跟龟狗。行ってきます。行ってきます。哇，我觉得那个日本的配音员配的超好。不会觉得违和，完全不会。どうやって行けばいいんだ？よし、出発しよう。だよ。前とは航路が変わってるみたい。イエシッド様は空が心のままに進めって言ってたよね。そうだ。どうし。要选哪条路是不是？考えてるよ。何も浮かばないんだよ。前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だから、その友達のことを考えてみたら。
か？何にも浮かばないよね。浮かぶはずないよね。神が導く心のままに。え？何それ？これまで何度か旅立つとき、イエンシッド様が必ずボソッと言ってたよ。そうなの？聞いたことある？成为唐老鸭的配音员第一部。やってみるよ。就去那边吧。什么？二点九？不是三代吗？别闹了，奥斯格威尔，你输二点八，我还可以接受。二点九，間もなく夜空の惑星が一直線に並ぼうとしていた。ハデスは18年温めてきた計画をついに実行に移そうとしていた。そもそも運命の女神たちが予言したオリンポスの鳥の未来はこの時が示されていた。ハデスは考える。テラやクラウド、アーロンが現れたことで計画を早まったことが失敗の原因だったのだ。そしてついに惑星が一直線に並ぶ。惑星直列から放出された闇のエネルギーは牢獄に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たタイタン族を次々に解放する。さらにかつて空に倒されたタイタンたちまでもが復活を果たす。ハデスは復活したタイタン族にゼウスへの復讐心を煽り、オリンポスへ向かわせていた。好的，看起来我们第二故事就是打大力士的那个最终反派。然后在前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里面的泰坦解决掉了，然后后来这些泰坦又复活，所以我们可能要再打一次。我记得那个黑帝斯他在冥界的时候是无敌状态，超英霸。可以直接买这一款吗？聞こえた？你可能要稍微补一下剧情，因为真的很长。长则需要三小时的影片你才看得懂，短则三个字打老头。像じゃないよね。またちょっとずれただけだって。すぐに会えるさ。とりあえず行ってみよう。最恐怖的是，因为这款游戏，它玩一二代的时候会有很多坑，然后这些坑都是从外传开始补的。还有一段是一代跟二代中间，他们有进到一个城堡，然后开始每一层每一层的打怪，然后甚至还跑出凯莉的分身，还有自己的分身，然后自己的分身以前是十三机关，然后但是那个分身他失忆了。终于来到这段了，终于让我摸到游戏了。这个是远程系列的魔法攻击。打空中的好了。哎，我要看一下那招怎么按出来。你们就把怪清光了。
这是什么难度？最简单的。我看一下你们灵之改啊。字幕选择 on， 因为我怕着我出过钱玩不完。我就是跟风。按右键之后，我的剑刃会有变化，导致我的招式，但我还没有放。啊，第二招，好，这个就是魔法了。按上下键可以做跟动。哦，这招是什么鬼？然后 MP 在降了，喷出一只鱼。很有趣的。谢谢小布布，感谢订阅27个月，今天会陪大家很久，而且明天也是电玩展第一天。哎，可惜。去电玩展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因为那边的空气真的不好。这次规模很大，甚至有让一些厂商跑到三馆去摆。こんなとこ来たことないよね。Sora， やっぱりこ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な。怎么办？每次他讲 Sora 的时候，我都想接西楼。哎，ヘラクレス。海克力士，快出来！好，第一个世界，奥林匹克斯，酷哦！不对，怎么是反派先来？今虫子が走る名前を呼んだのはどこのドイツだ？まったく、なんでこんな山の中でまであのムカつき野郎の名前を聞くんだ？あ、なんだよ、歯ですかよ。なんで、またお前だか。親戚のおじさんでももっとリアクション大きいぞ。俺と親戚のおじさんを一緒にするな。ハデスがいるってことはヘラクレスは？俺様とあいつをコンビのように言うじゃねえ！だがまあいい。今だけだ。あいつはすぐいなくなるんだからね。また悪いこと企んでるんだろう。懲りないね。待て。何やる気になってる？戦略があるんだ。お前らと遊んでる暇はないんだよ。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玩了。全宇宙が俺様に支配されるのを待ってるんだからね。全宇宙在等着我来支配呀、啊！啊，好糗、哦。大丈夫かな？負けすぎておかしなこと言い出しちゃってるけど。前面应该在吐槽说，为什么黑帝斯看到我们这么冷淡？復活の刀鳴らしだ。まあの飛距離だ。あの方角は、まあいいか。ご苦労さん。さあお仕事に戻って。
忙しい時に限って客が多い。一体何の用で？おいおい、久しぶりだってのに随分な挨拶。这是前作的反派。なんだ、今度はお前らか。睡美人那个魔女叫什么？我记得她有讲过一个很傲娇的话，就她有救过我们一次，然后她的理由是只有你可以让我来杀，所以我要保护你。真相。好，梅瑟芬，那是是是。好きにするがいいさ。私も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ね。ただし一つだけ教えておくれ。この世界に黒い箱はないかい？黒い箱？うん。箱。うん。箱って言ったらゼウスが地上に隠したあの箱か？ほう、それはどこにあるんだい？他想找一个黑色盒子，是潘朵拉的盒子吗？这个东西是专属在大力士里面有的东西，是不是？不是，游戏内的。有玩过外传的话，会知道黑盒子是什么东西。完了，只有两只手，那剩下一个人呢？ごめんごめん。久しぶりだね、ソラ、ドナルド、グーフィー。まさか空から降ってく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けど、元気そうだ。こんにちは。うん、ヘラクレスも。でも何があったんだ？这里发生什么事啦？为什么满目疮痍啊？わかるだろう。いつものことさ。ああ、いつものことね。そういえばさっきそのハデスと会ったよ。全宇宙を支配するとか言ってたよね。全宇宙だって？そりゃまた随分大きな話だ。まあ、ハデスが何を企んでいようが、僕がぶっ飛ばすけどね。さすがヘラクレス。好，右边是 DLC Shop， 你可以氪金买补血道具。看一下什么可以买。哎，真的是可以买东西。补血还有防具，然后这边是存档点，先存一个。